一定要交到你的手中、是的，谢谢感谢你家许个你红包红，给你荣华富贵一世人，谢谢。好来感谢了哈，当然永顺你要注意安全哦。啊对，我今麦有录音啊，你要注意哦。啊对，永顺我跟你讲，待会你红包要多准备一包。我们后面加的要多准备一下，对呀、啊。那那一凡有没有去欧聊聊？欧聊聊，不是，他那是煮完呢，煮完了，然后准备那个饮料嘛，调酒嘛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觉得不错，他自己压钱的，我没有强迫他。哎”啊，谢谢啦，感谢到咱吼这上届好的朋友啦吼。啊，当然啦吼，在咱等一个时间上，哦，来祝着咱的三弟、咱的新安、普吉登、这公贤叔、金木清水哦。那么来举行的是咱的亚顺素和庆典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等候今天我们夜。寻祈福的这个呢，仪式来之前呢，哈，今天哩，哦，当然啦，哈，咱的庆祝啦，哈，来祝着咱的好妹安家五福三千岁哦，非常的用心，咱的龙华兄弟组来做拼下，对，为金彩虹影视传播。那在我们后面还有特别再加码一位，是的，今天来各位都是我们现场好朋友心目中的女神哦，所以希望咱姐姐，咱好朋友把握时间。把握机会了哈，陪伴我们到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刻喽。是的，继续邀请我们的君君来带来下一首的好歌。一首《被感情我讲一个最一个》，谢谢。好，来送给大家喽。
最高最高，谢谢多谢你不听破阿声，你家生活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个平安大赚钱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着咱头一面好朋友这个破阿声，后边嘛拍到足大声，对呀、啊。